今天我们为台岛北部海空域组织对海打击科目演练，重点对侦察预警体系和武器装备进行效能检验，对重要目标全时侦察、精准追瞄、模拟打击，检验提升部队实战能力。全体官兵充满信心，严阵以待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中国台湾九三七舰，这里是中国管辖海域，我在此执行战备警巡任务，你无权干涉。台独分裂是对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，你们不要为台独卖命，以武拒统只有死路一条。如果你们执迷不悟，甚至干扰我行动，我将采取惩戒措施，坚决维护台海安全。九三七舰是否明白？尽管天候恶劣，条件复杂，但我们接令即升空，多科目连贯实施，高强度连续作战，全面提升实战能力。作为战斗机飞行员，只要一声令下，我们随时升空作战，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。